大家好，我是博主人。今天晚上我们吃羊肉。先把这个烧完的灰清理掉。现在我们去拿羊粪，用羊粪煮出来的羊肉，特别好吃的。我们挑两块大的。先把锅擦干净，添加清水，水水。我们开始烧火。这都是自己的羊肉，我们直接把肉放进锅里，下锅，切个大葱，下锅，再放点盐。好了，把锅盖盖上。现在煮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吃了。